麻烦问一下，这儿能做核酸吗？来，等啥那个小货啊？等啥那个小货？看着吧，等啥那个小货往西边走，看一下来。黑色的那个。啊，黑包的。哦。好好二维码，扫码。扫码。进吗？登记点儿。是出示健康码。身份证都转过来了，看名字，名字转过来。微信支付码给我打开。微信支付码。多少钱呀？啊？二号窗口是在这儿。等一下啊！啊，这个结果是不是会出现在我的手机上？你出去把医院公众号信息绑带上，问一下我们工作人员。啊，绑带上就可以查看电子版上。来，口罩摘下来啊、哦，露出你的鼻子，放松，嗯，放松，坚持一下，好了。哎呀。好了。好了吗？这就。啊、这就我就可以走了。啊，到这边出，你出去把你信息绑上，公众号关注上。到晚上。您已经是就诊人了，请不要重复添加，啥意思？确认就行了，就好了。你看晚上。那个报告会出现在哪里呀、啊？就是那个核酸报告。到时候你看到，你就到报告查询。哦，报告查询。啊，晚上9点以后会给你推送一个。这样就可以了吗？对。哦、这个不会有啥差错吧？当天都能出来，我们现在啊，这肯定不会出啥差错是吧？我到时候再来看。在这儿。没想到啊，这个做核酸这么简单，不到5分钟就完了。天水二院。甘肃人有一句骂人的话，说是你是从天水二院跑出来的吗？原来天水二院好像是那个精神病院啊，说你是从天水二院跑出来，意思就是你是逃出精神病院的一个神经病啊。呵呵，没想到我今天是到此一游啊。在城市内部活动还是电动车方便啊，今天这个电动车帮了我的大忙啊，没有电动车这个核酸检测很难搞啊。啥地方车都不好停，小车是如此，大车更是如此。啊，电动车锁起来。现在我已经做好了去九寨沟的所有准备，2针新冠疫苗，还有14天的绿码和一个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。核酸检测在今天晚上9点之前就会把检测报告发到我的手机上。好了，现在就向九寨沟出发。刚才在路边加油站给房车加了300块钱的柴油，油箱还没加满，现在的钱真是不经花呀。这条公路是316国道，天水通往陇南的一段国道。路虽然不是很宽，但是路况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路两边的风景也可以。开房车出来走这样的国道就感觉很舒心啊，既能省过路费，又能看路两边的风景。一举两得呀。离武都还有135公里，这个地方修路，路封起来了，说是得等40分钟。绕路吧，绕一下，绕到后面那个县城，我看是可以上高速的，只能从高速走了。
充电收费站，从这边走的话绕个10公里路吧，不过比起来等40分钟还是很划算的。当兵才知道肩章为什么这样重，现在是下午4:09，已经到武都区了。武都就不下高速了，因为武都呢就是一个两山夹一河的这样一个地方啊，两边都是山，就是中间这么一溜啊，一个窄道的一个城市，地方也比较小，停车都难停，所以说找驻车地应该也是比较困难的，所以就不下去了。然后再往前走这么3-5公里就是武都服务区，我在武都服务区等大厨，他可能还在我后边吧，在我后边差不多就是个130到150公里。武都服务区能够驻车我们就驻车，不能驻车就继续再往前走一走，但是估计再往前走更不好驻车，往前走一走就没有高速公路了，都是国道，而且都是在这个两边都是山啊，中间是白龙江，地势也比较险峻啊，肯定是不好停车的。综合检测车，检测啥的。刚才在这个武都服务区转了一圈，没想到啊有意外收获，当当当当，这有一个房车驿站，嘿嘿，我把车停这儿了。这还有一个露营的一个师傅，刚才我问说是他是干啥，他说他开大车的，开大车的也带着帐篷啊，在这露营也不错，他车坏了在这修一下，一会儿大厨过来以后让他停在前面这个车位。好了，现在上车做饭。哎，不是用车位，还有一个是房车，它比较短，停在前面就行了。没事啊，这个车位这么长的，我就问你吃不吃饭，你要吃饭我给你多煮一碗。不用真的不用吗？不用好行好用帐篷露营的这个师傅就在我车的隔壁啊，离得特别近。刚才我就觉得就是如果一会儿我们吃饭人家看着对吧，这个离这么近确实咱吃着人家看着有点太尴尬了，问了一下说是他吃不吃，好像是他不好意思啊，应该是不好意思吃。我还是做三个人的吧，做三个人有一碗臊子就够了，一碗臊子。一会儿那个拌饭里面还要放那个榨菜，吃米饭用矿泉水蒸出来好吃一些。好，3杯米的刻度，快煮饭40分钟，米饭蒸好，上床歇歇腰。哎，躺一会儿。大厨过来了。米饭还有2分钟，来的真是时候啊！你还来的巧得很，刚把饭做好你就来了。你都做好饭了啊？哎呀，那我就应该再走慢点。还有2分钟就做好了。这谁的？啊？这谁的？这是前面那个大车司机，在这儿停着呢。我还以为你买了个帐篷。你看，水电装都有。你看那个师傅不在吗？帐篷里面不在，出去了。等他回来问他吃不吃。就那个小碗。这是个啥辣椒酱啊？这个是朋友做的，就是那个辣椒，两辣一点是不是？哦，他那个辣一点，一般辣吧，反正就他那个，我感觉他这个辅料少一点。这个是我们家里做的。哎，还是换个大碗吧，这太小了。
一磅半。哦，拿那个碗装榨菜吗？已经弄脏了啊、哦嗯、把榨菜全部弄这个里边。哎，那你就跑得快呀、啊、你问完地方，然后我抬头一看，离五都服务区还有50多公里呢，刚跑了一会儿，我一看50多公里，我说这还得一个小时。 那段国道我走的也快啊。你就已经到了吗？哦，那段国道走的我走的也快，那都是起码都是70-80在跑。反正刚出天水那边可以，越往这边、嗯、就是到康县文县这边那个路越不好。嗯，可以可以。哎，这个味道太酸爽了。